有一种精神在燃烧，有一种音乐照亮我的灵魂。从三年之前我们没见到至今我们一家人。大家好，我是 MC 黄尊，我的 QQ 是86394472。接下来一首《念内》送给大家。曾经的王者，他曾经是王者，后来说真算了，拱手让位兵马大权还让别人赚着，他从不与人纷争，他早已看淡输赢，如今脸上比以往多了几分沧桑。他曾经年少轻狂，为着江山疯狂，为了称王多少年来只有刚刚陪在身旁，当选牛神不止，战而却不停止，身旁兄弟斩将或征战而死，他得到的江山方界多少他最清楚，但已选择玩路，那还有后退的路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将有时也身负重伤，双方装满的鲜血却阻挡不了方向，从他单枪匹马直到一方称霸，通过自己除了名利还得到了什么？兄弟也有背叛，但多数还在身边，征战多年的兄弟，但是他们尸骨一寒，他得到的这一切也付出应有的代价，但是结果却成为不想看到的反差，身旁的人陆续离开，还有几人陪伴，得到的反而只有半壁江山。半壁江山有多远？他想问却不敢，他错了，但他还是做了，他向往的世界已经变成了黑色的了。他是一个枭雄，曾经气势如虹，他的巅峰一战让千万人都期盼，能点赞点点赞，能转发转发，评论六六六。